你好，那个我是来面试的，我来找一下人事部的刘经理，哦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不在人事了，哦，走了吗？对，上吊了，在楼上。上吊了？对，你要是找他的话，你上楼去找。不，我不找。有人。行，那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。哦，姓名。李虎，年龄。二四。出生地。医院，我意思你是哪里人？哦，徐州人，政治面貌，清白，清白，啊，政治面貌怎么能是清白呢？那该怎么说啊？你自己什么面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哦，我脸大，别人都说我脸大，家庭成员呢？李龙，成员关系呢？关系还可以。这个李龙是谁？阿爸，是你爸，成员关系你怎么说还可以呢？那我跟阿爸关系本来就还可以嘛。成员关系，就是你俩之间有啥联系呀？哦，电话联系嘛。行吧，教育背景呢？阿妈是硕士，阿爸是博士。我问的是你，我啥也不是。获得过个人荣誉吗？有。买饮料获得过再来一瓶。我问的是个人能力荣誉跟饮料有什么关系？算了算了，我不面试了，你都快把我弄成神经病了。哎呦我的妈！